哇，直接撞下去。哇，婆婆真的撞到花掉了。我靠，没有撞，重点是我怕素材那个。哇，真的没有素材。你看他到这边就没有了。我知道他的可乐石就没了。对啊，他没有关。哇，靠腰。当然，妹子漂亮的不行。哇，真的没有素材。哇，真的没有素材。今天的拍摄内容非常非常刺激，这个 GoPro 的外壳全部都炸得支离破碎啊！因为它那个没有那个保护措施，我们撞过去的时候会撞到一个亚克力板，所以我们大力撞上去呢，就会造成我们的这个拍摄设备严重的损毁。其实那蛮可惜的，有一次是成功撞过去了，就没想到刚好那个力量太大，撞到那个 GoPro 都坏掉，所以那个它。就是他血路好像有问题，就是撞到血路问题，没有血路到，所以之后就再重来了一次，就那最精彩的一次没有记录到，有点可惜。好，来我先剪，记得恭维，你先上个家先停。哎呀，你好。没行。你先上个家嘿。啊，你是痴迷哦，啊，我老大哪里不舒服？你知道吗？啊，你会讲什么？你是真的护理师吗？对呀。对呀。太久了，太久了。我很温和，其实我很温和。对呀，你先出来呀！你先出来，进来了，出来呀！一千的，一千的，就一千的。你叫老外包起来，你帮我画。唐华老师，请说，大概要多久？半个小时。现在是全世界等我吗？对，没错。好像是哦。唐华老师，那个，那你呢？毕竟我一开始就做这个广告角色。哇，你有够猛。对啊。我来帮你致敬。哦，好了，谢谢了。好嘞，好。再拿出来抵着它。你把口袋的刀子起来堵住他的老大眼睛，跨上较紧啊！跨上较紧啊！跨上较紧！你不要这样啦！我这样，我老婆还足紧张。再近一点，错一点可以了。不要错，不要错，不要错。三二，多小啊！我是想较紧啊。飘啊！啊，过来过来，伊即摆要甲我叫，啊你要甲抬。即摆想到我无死做艰苦伊，互你补一个恁白花阁留落来，干。迄个靠边，干。我再试一次。知道你啊？一点点。那你怎么没有爱？这有什么好爱的啊？我意思你扶的位置在哪里？这里啊，我会站这里。我这样才有办法扶。正常是要锯掉的。没有啦，没有啦。应该有怕当时。下来了，你们。没关系，我只会增加效果的。来，帮着你缝下去，你也会叫。靠北啊。同一针还是？我刚刚看人家那气胶很薄哎、欸，很薄啊！我看起来好痛，他妈！好看，等一下，来，我们换镜，我会换镜头。好，不错，放松。哥，做表情搞到我，你看嘛，我抽了。哦。说到怎么做表情用飘呀？哪里点掉啊？差点给我先跳。你一直在补这个的话，其实那个胶开始会
粘针啊，会粘针粘线。我要再帮你补一点凡士林。我觉得要哦。拍起来一下嘛。拍起来一下。好好好好好。哦，入了。拍姐，拍姐，拍姐。嗯。好，可以了。好，那这一场结束。好 ，OK。你看，来秀传统就不如包。这个要打广告嘞。对，以后有伤口都要来秀传啊。卖公司的破鸡蛋。大家平安干嘛做好了？是这样的。你想要跟我交朋友呀？你请我吃不惯就来啊嘛。健康最好，健康最好。我当然不管你嘛。我要请我吃就我报名嘛来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是拍广告片，那是广告片的片子，对。莫外传，不好意思哦，没事，不好意思，有一点看起来像这样。然后他有个要吞一个东西，嗯，对对对对，大概这样。来肉牙，幺零二中校九号呼叫，两号回答中校九幺。中校九幺目前暂送一名男性 DOA 患者送往博爱医院，有加陪，请博爱医院做急救准备。八下、九下、十下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。太大力了，太大力了，太大力了！哦，再轻点，再轻点。哎，再轻点。啊，但牙差点掰掉了。嗯，还晃来晃去，真的是。哎，晃的牙差点掉了。第二位哦。好，我们不要从单先过去哦，从单。来，从单单好。一二三。所以我们会这样子过来，拉过来。我们一直真人不能真压喽。对对对，因为热度不会断掉。一个扣水而已吧。这很专业，在那边等。来了，很上去，哇，对，很久。好，知道。带去，带去，带去。哎，为什么会怎么直接坐暖电上面？好奇怪。现在在研究什么？没有，我怕会摔担架。太远了。太远了。加油。出双出双，快点出双！我跟你讲，等一下，我们就是还原你们平常越真实的状态越好。你们有没有什么某护理师又跟谁？对对对对对对。你很内行，就这个。主要是在讲值班之前的那个我们一般的常态的值班的值班状态，对对对，就聊八卦，聊别人的不好，就是日常生活，毕竟。待在医院久了以后，就碰到各种医生跟护理师。我都听他讲了。我说，那个八 A 的那个刘医师，好像跟我们的那个新来的影子护士在一起。五辉，看你娘的五辉，是。你啊，你别跟你六辉的五辉。DOA 请准备，是开始 DOA 吗？哦，对，对对对，因为 DOA 通常是很快很快讲啊，都会讲很快，很快。DOA 请准备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好，你就要讲第一句对白了哈，你就要可能要停下来了。那个听不晓得，讲第一句不是你吗？哦，对。讲了，好，靠，又 DOA 了，超入迷。因为我们以前没什么机会玩，因为我们要把自己的那个血撑到导演喊开始为止，不然等下要重新开始哟。报告我们好了，报告。那你讲话有时候总会看一下他，对对对啊，会吗？我们会看吗？不啦，恭维学生，不然我都要看到你的背而已。哦，不好意思，那还是需要，那需要。转过来马上就过去，转过来马上就过去。好 ，OK， 过来。那你觉得我们刚刚演的好吗？我觉得超厉害。真的吗？真实。那看起来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那演的好，下次还有下一场吗？导演，一定有特写，一定有特写。不会影响到你们接下来的生涯，不会，不会，只会更高，只会更高。早安，
人交互。是你年轻的时候用的？嗯，不是啊。哦，对，对，想常会用，会用。他不是要亏我？他不是说哎哈？我本来还想瞪他一下。等你离开。供他笑。我缺一个小三，你要摆位吗？没有啊，跟我双喜临门啦。叫生夫院长。跟什么是什么庆祝啊？先给你买包包，因为你真的演得很像小三，我没有办法。王先生，王先生，对。院长，我最近出了一本书，如果你可以的话，我送去你院长室给你。谢谢。那书名叫什么？书名叫做《我们不结婚好吗》之冒犯爱情故事之有个女孩叫菲林之。这是我的答案。哦，好好，那赶快请他院长回去。没有，刘哥，他说我出了一本书，你又说哎呦出新书了，我觉得这样会比较的。哦，又出新书啊？哎，啊，有什么事在随时找我哈。啊。我是心里已经打算好了，就是说我等一下要抢他的词，就是让院长觉得很尴尬，你赶快走好不好？这样你不要再啰嗦了。就是我是一个很啰嗦的兵团，我这样子自己设定的。因为一开始我不想跟宇文哥蕊这一段，是因为我要让他真的有被打断的感觉。然后后来他因为人家是非常资深的演员，他一定知道我在做什么事情。就是你院长，你让我讲完，我还想要讲，我要讲，然后就被推走了。你真厉害，谢谢。哦，有什么事情跟我们联系？谢谢。哎，主任好，都是干部，都是干部，谢谢。服装还身体好，我很入戏好不好？对，就说要选就去选啊，骂什么骂？等一下让你五百变六百。可以，五百变200，没有，你说要选就来选。是竞选广告。等等，先看一下，好看，等一下。局长，这个是我们今天节目的 round。等一下，那个，我要到，没有到位。哦，要到这里。今天有安排好了吗？局长放心，没问题的。谢谢你，辛苦喽。是，局长这边请。拜拜。刚刚因为摄影棚里面不知道是空调比较冷，还是我自己在发抖，我就觉得说哇，局长那个气势非常的有，所以我刚刚有偷偷的颤抖了一下这样子，然后想说哦，还自己转头，然后做一下那个脸部的肌肉放松，这样。局长。所以跟局长一起录影的时候，有一点点小小紧张的感觉。霎时代岁乃于是几岁啊？霎时大概五岁吧。上次是他一度骂我进来的、啊。他骂什么？我要不是看你长得漂亮，我才不会用你什么之类的。要不是因为当时丈夫觉得你长得漂亮，你这个现在也老。那我要讲。对。少阳比较有眼光，老更多了，最年轻的。我一直气恨，好了，你的方式啊，你顺掉。其实我们过去呢，在国际桥拍摄第二季的时候，就是2030的苦情三人组吼。你家里出事是不是？是，为什么一天到晚都在被骂？但我还是很谢谢明佑哥，谢谢明佑哥担任我的总干事，谢谢明佑哥的提拔。不要走掉，好好好，把本性露出来，这个要给我、啊，来，来，那么爱聊政治，全部都去选举啊 ，FD， 连你都跟着聊，啊，你是真要不要去双 D 啊？滚！我发现你已经演上手了呢。对啊，那一天我记得导演快把我杀了，因为那天拍好几场戏，他说你早上怎么回没有回魂，怎么下午就回魂了？好，再修，好，再修一秒。不用怕 NG。要修，要修，哇！刚才上一场也是我跟你讲，不是我在臭屁 ，NG 可以最多次的。主管，你要加油一点好不好？那或许第三季会表现得更好。进一下广告，马上回来继续来看戏。
有进步。中央指挥本市太平了，要不是台北市政府做这么好，帮忙控制疫情，超前部署，超前部署，你们台北市政府根本就来乱了。陈总统说要做到三零，我们现在是全世界防疫的优等生，但是现在中国还在打压台湾进入 WHO， 根本就是熊傲慢熊傲气的。中央指挥本市太平了，要不是台北市政府做这么好，帮忙控制疫情，超前部署，超前部署，你们台北市政府根本就来乱了。封桥、封路、封院，根本就太急上山峰。那中央到底做了什么？中央什么都没有了啊！台湾人都委过来。好，好，好。这么爱选举，全部拢去选举啊，全部拢去啊。拜。哦，是马国哥在说。他还是说我这届不爱选举啊。哦，我无要算，要算同你去算。国家大事那是在后面啦。哦哦，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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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机会传染。我是武术指导，麻烦一下帮我站一下，不然他不知道。上这段节目，我有个心得跟大家交换一下，如何做到处变不惊？哦，那能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听听就好，对吧？不要当真，但是你所有回答的都要认真。哦，所以刚才林佑哥，那五百来代班赵阳哥嘛，哈，五百换赵阳，五日惊赵，交互蹲跳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张明佑，过唱秋啊，滚。其实拍摄过程当中大家都很轻松，因为现场很多大家都很熟了，所以那个有时候导演讲说，你们等一下就是讲话好，讨论剧本，其实我们都在聊天，其实我们都不是嘴巴动而已啊，我们都是真的在聊天，所以感觉到时间很快就过去了。现在的持灯器基本上只有无名指镜，不要把它当成真的剪刀。我们一般拿剪刀都是会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你要进去漂亮动作要这样子。卡卡，什么？我被教完了，都没有卡。卡后面是什么东西？没有台词部分嘞。反应太快了。一日前进一千万。哦，我惊我惊啊！不要动哦。那个哈，风窝性组织炎，还要再重新再上抗生素了哦。先去帮他准备一下。好，看一下喽。不要动啊！他上次你戴口罩会说我会死吗？一口气把它全部讲完，而且他咳这样子，就会是关一定要再确认一次。我要请护理师先去处理他的单子，另外病房的床位我们等下再确认看看，看你们明天上床位病房再处理看看。重复了，拿错了，连拿都拿错了，这样子，等一下。还是很硬啊，这样子是 OK 的，对，反正就是在练嘛，对，这样子。学姐，我用手。压力大，这压力很大哦。你慢慢缝啦，没关系啦，不要急啦，不要急，不要快啊。你让我压力很大哎。内科的，我们外科都学到干嘛？那个学姐，其实我以后想要转外科。说你要走外科，我建议你还是多想想。好看。哦，好快哦！你的小孩不听话，两下缝起来，嘴巴都被缝起来了。不是，我刚刚有在缝吗？有啊。那如果会梦游的话，全家都被他封口。哇！哇！主任。好，大家开始先聊天，随便聊都可以。要记得啊，把院长说干。谢谢大家，院长，我们要放假。那我们要加速。可以啊，不能喊一通嘛。要聊天不能用这样敲，不可以。没有高粱，他喝高粱。高粱有啊，有啊。高粱有啊，他速度不够快，有，太慢了。加薪了，病人死了，这是内科问题。我刀开这么好，一定不会有问题的啊！我不急。这些讲中间都没有喝，对不对？就只是在讲，还是讲完大家会喝？通常尴尬的时候，对呀。当年是在人最少的时候，一个人独撑了3年的总医师，日以继夜留下来的马尾。
在那个时空背景，是我们当年在当住院医师的时候，是整个外科最最最缺乏的时候。所以那时候我当住院医师的时候，我上面的三届神经外科都没有人，等于是背了三年的总医师，几乎每天真的都是那个，不只是早出晚归，是天还没亮就出去，有时候下班都已经是隔天，就是过了12点了这样子，就这样子乘以三年，哇，然后妈妈就留下来了。哎呀，院长，现在知道为什么头那么光了吧？所谓的护栓就是要栓得恰到好处，哦，那才有趣这样子。有人说，哎，内科医师就是用手去挡人，内科医师都只动嘴不动手嘛，那内科医师就笑外科医师都用头去挡人，然后就说啊，因为外科医师都不用脑，这是一个老笑话了。当然，大家朋友啊，那就是气氛呐，啊，在维持一个好的工作气氛，啊，偶尔互算一下是 OK 的。我们内科呢这一边来受到你们的照顾，非常感谢，跟你们敬一杯啊！谢谢。你会这么轻易放过他吗？就是你要刁他的话，就是一个 R3 嘛，你 R几？这是最是，没有关系啊，最简单嘛，就他是你学姐，来学妹敬学姐三杯，学姐敬学妹三杯，大家互敬再三杯，敬完之后再跟我们喝，不然没有资格喝酒。要敬酒，我真。传闻的喝酒文化有些是真实存在的，就是差一届就是一对三，有时候跟学长喝，他可能他喝一杯，你是可能要喝五六杯的。当然，他不可能说差两届一对六，差三届一对九，倒是没有这么夸张。不过一对三是基本起跳。啊，其实那场戏也蛮好玩的哈，找了很多很多的素人医疗演员去演，由我们去演的话，就有一些氛围，就把它相当自然的把它演出来。哦，像一些敬酒的场面。哎，你喝几酒？哎，不跟他转了。谢谢。其实那场戏也蛮好玩的。由于这名志工作者死因不明，因此目前检方正针对他的交友状况和过去病史进行深入调查。我们就开始来了。讲过了，你走。我，伊就是开门，我唔敢来催伊。是哦，哎，袂拢，这门拢带掉的啊！我前两天啊来，拄好有开啊，我才紧甲装入去。是啊，哎，这我们做的，哎，这不是吧？对，我们做的，我们的，我们做的。哎，我们做的，对，那个也是，灯笼也是戏园的。其实我的灵眼的这个秒数非常的短，然后也是一幕而已，所以导演他会给你一个感受，让你去感觉。如果我演不好，他也不会批评我。可以提供吗？对于案情无可奉告。由于这名性工作者，2秒，你要先想一下，等他问完，你停个一秒半，对案情无可奉告。阿林，你要多一秒半。谢谢导演。然后瑞克，你那写两秒就晃掉，就稍微往旁边晃一下，对。哎，对对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好 ，OK。跟你们拔三次，解剖，我转行了。没啦，你转我找我人啊。你没转行。国桥三，再来搞一个。哎，拜托你。哦，你也拍到国桥12。